好，我们来看一下12月12到12月1812生肖周运势如何咯。运势呢只有一颗星呢，就是生肖属虎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，你要小心哦，因为运势第一名哦，所以做很多事情呢，凡事都一定要低调谨慎，因为会有一些口舌是非呢困扰着你，让你呢有一些小人的困扰，所以要特别小心咯。